者王俊杰新竹报道，浪漫氛围飘散，耶诞节即将到来。远东巨城购物中心 Big City 今年以欢乐童趣为主题，在前广场设置15公尺高、有点缀洁白雪花的巨型耶诞树及大型姜饼屋，于今天傍晚进行点灯仪式，让新竹地区民众提早感受浓浓的耶诞氛围。巨城每年耶诞节都会在广场四周设计别具巧思的装饰，巨型耶诞树近几年更逐渐累积人气，成为不少情侣在脸书 IG 打卡晒恩爱的新景点。巨城购物中心董事长李静芳指出，今年巨城耶诞布置除了巨型耶诞树，还有开放民众入内拍照留念的大型姜饼屋，及加入可爱巨城吉祥物阿猫的大雪橇，配合造景灯装饰，让参观民众畅游在一片灯海中，仿佛身处于北国。李静芳指出，今年点灯活动不仅有晶晶儿童合唱团演唱耶诞组曲及德兰儿童中心带来气势磅礴的石鼓及表演，还有纯粹人声弯声乐团线上美声 Echo Pillar 歌曲，预告即将在2018年举办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在巨城多首动人乐曲串起整场点灯仪式。